华强北手机的水有多深，今天咱们一起一探究竟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小亮，今天准备去华强北市场帮一个老铁找一台苹果11128G 美版的哈。这个老铁跟我是这么说的，亮哥，钱这方面无所谓，必须原装啊，我不要便宜的，我只要原装的二手哈。那安排，这是我在一摞手机中挑出来一台啊，这台手机整体给我的感觉非常好，这个无论从这个手感呢，屏幕这个润滑度来讲啊，我有80%的把握是原装。这也不是，你不说这个，我要是改装卡，你要是屏幕啥动过的话，我就来找你换一台，没问题吧？你看好，我看，反正我没有人的，我那个，对，我看也是说远的，但是那个你一般经验吧。不是担心，正好给客户改装卡，改装卡反正我的旁边性感的话，如果说里面秀的话，就来找你换，好吧？那就这么定了哈。拿这台手机呢，说实话，此时此刻呢，我内心呢还是有一些把握的哈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呢先准备过一下爱思助手。你甭管它爱思助手大家怎么诋毁啊，但是这个东西还是能看出来一些问题的，比如说换过屏幕、换过电池啊、换过这个前后摄像头啊，还能看出来一些东西。